有高有低，上和下开。点开针，好，然后点，横点，这个是直线，这个是横点，横点哦，在以前的人。因为以前的是交班会，跟他们讲一下，还是下礼拜、哦、是专制哈、哦，所以点下礼拜我们要缴班会500块，缴个班费，点都要点得像一颗一颗像米粒一样，所以叫做米加点。现在是民主社会了，你爱怎么点就怎么点，因为有新的同学对了，哦，你回去就这样点，反正就两笔做干，两笔做干。啊，横点，哎，就来，好，爱怎么点就怎么点，啊，点完了，老师，好、哦，帮你改，好、哦，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哈、哦。最主要的是，哦，不要学太多了，就是只有这样，两笔做干，然后再横点。你学的时候，老师是喜欢你。一式多张，一式多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样子。